沈文成即将举办演唱会台北站，让不少粉丝很期待，但没想到近日受访时，沈文成透露自己在生日前一天和平常一样去溪边钓鱼。虽然平常有常坐的石头，但他那天临时想换换口味，去坐另一颗大石头，没想到因为石头不稳，让他整个人跌入水中。因为状况太紧急，他当下马上用手去阻挡，但没想到却让左手中指折伤，直接肿成好大一个。不过乐观的他把这次跌倒当成是上天的礼物，因为跌倒帮他挡了更大的灾祸，而且遇水则发，笑说是了一身好清凉，然后手指肿起来，应该是会发起来啦。不过粉丝知道后，还是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呐。